那些广东人无法接受的食物。欢迎光临新派广东料理店，生态料理又没吃过哦。喂，有没有食啊？我们最近新出了一道广式日式结合菜，白切鸡寿司。乜鬼嘢嚟噶？就是日式饭团加点白切鸡，加点葱姜点缀。哦，咁即系啖饭一啖鸡啦，咁咪即系白切鸡饭啦。这哪一样呢？咩唔同啊？喂，我食白切鸡饭，饭多两啖鸡都多几只，都系廿零蚊，仲送例汤添。啊，你条契弟仲要买几多？卅几蚊一块。如果这道菜不合口味的话，本店还有别的，例如烧鹅寿司、凤爪寿司、金钱度寿司等等。你老实话我听，你后面整嘢食嗰个厨师系咪黄子华佢阿爷？这些都不行的话，那咱们还有肠粉。肠粉好啊，喂，早攞出啦，巧克力酱肠粉。啊，你条契弟啊！哎，我看先生你有点火气，给您下下火吧，来点威灵高肠粉。你个咩铺头嚟噶？我要代表广东笑面你。这些料理都是和粤菜深度融合的，我不太懂为什么你们接受不了。明啊吧？咁我整点俾你食。麻婆豆腐中唔中意啊？我可太喜欢了，从小就爱吃。几多倍你麻婆豆腐？啊，加了草莓。你他喵！